当时坐在饭桌前，然后手搭在饭桌前的时候，感觉到手很麻，然后以为是路边的车抖动，然后呢，我女儿她也说她坐在床上也感觉到，床也抖动了。后面呢，我们就换好衣服，就往一楼跑了。如果是在我小区那一边的话，他下到楼下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四处都是高楼，如果塌下来的话，那下面的人也总会有受一点伤害，所以这里的地方不仅建筑低，而且空旷一点，所以应该比较安全。